继续，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好，我们先从呃《联合报》今天的这个消息来看起啊。今天的《联合报》的头版头条报道的就是有关于呃每年呢可能有数十万到上百万信众参加，而且是九天八夜的镇兰宫绕境进香活动。今年呢，昨天早上严金彪是宣布啊，董事长严金彪宣布说啊，原则上呢是继续举办，但是呢一切都会配合政府的相关措施哦。 好，对于这个消息，今天呢上了好几家报纸的这个头版头条，因为这对于防疫来讲呢，兹事体大。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新冠肺炎的疫情呢相当严峻，蔡总统昨天宣布，他要暂停筹办五月份总统就职的相关活动，就是五二零的就职大型活动，全力做好防疫。不过，大甲镇澜宫的董事长严清标昨天宣布，除非是政府明令停办，否则呢，大甲妈祖绕境活动如期举行，但是内容上会简化流程，也希望卫福部呢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好让全国各地的宫庙都有所遵从。 他说：“大甲妈祖是大家的，绕境就不要政治化了，不要让网络带风向啊、呃，到处谩骂。”而陈世忠的回应是什么呢？昨天呢，这个指挥官陈世忠呢，他感性的说：“他说妈祖是慈悲的，我们不要让妈祖担心。”内政部长徐国友呢，则是呼吁啊，说举办绕境的公庙，请立即而且要务必做好延期的准备。 蔡英文总统昨天还特别感谢了所有的宗教团体，但是唯独没有提到镇蓝宫。绕境简化流程呢？其实，呃，在颜金标昨天的这个宣布内容当中呢，虽然绕境如期举办，但是流程上面会取消了起驾宴、妈祖之光大型演唱会，还有新港祝寿大典这三大绕境的重头戏。 好，这是今天在《联合报》方面的头版啊，最主要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啊这个公庙活动、宗教活动这个绕境还办不办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自由时报《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报道的啊是一个这个警戒的色戒这样的一个社会新闻啊。他说呢，检掉在三年多以前破获了国内第一宗的警戒共谍案。 当时担任航警局航空保安科已婚的二线三星的警官孙一明，他不仅收贿了三百零六万，去帮助中国大陆太子党旗下的一个同方威视公司绑标，还接受了这个公司已婚女业务的色诱，购入了四价值七千多万元中国大陆做的威视制十四部劣质的 X 光机，还有三辆 X 光车。 哦，oh, 所以呢，这个《自由时报》的形容词说，这个新闻呢，堪称是现代版的色戒贪污案。而这些烂机器上线之后，就出现很多问题，危害到我国的机场安检线。桃园地方法院呢，昨天依贪污治罪条例一审呢，是将孙一民重判了十七年六个月的徒刑。 好，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二条这个消息，其实也是昨天下午啊，在两点钟的时候，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开的防疫记者会，这里面呢宣布说，我国出现了第三十二例确诊案例哦、啊。第三十二例确诊案例，现在又是一个防疫上面相当让人头痛的疫情，主要是怎么呢？ 他是一个家庭群聚感染哦、啊，就是他是第二十七案那位住在新北市老先生，他曾经担任过他的看护，他是一个非法的印尼籍外籍看护，现在他确诊感染，但是他曾经到过两家医院，也看护过不少人呢、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造成疫情的扩散？现在疫调呢是相当的困难。国内第二十七例的武汉肺炎，住在新北市的八十多岁。 啊，老先生曾经照顾他的这个印尼籍临时看护、哦，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昨天呢确诊感染，而她离开老翁之后呢，她又到另外一家医院去照顾过其他病人，后来才被找到，也使得医院里面的感染风险现在增高。而这个女子她是非法移工哦，所以其实她的行踪也是闪闪躲躲，是不是能够如实交代，大家也是有存疑的地方哦。她在院外的行踪呢，现在没有厘清，存在更大的传播风险。如果没有办法确实。 掌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不排除要公布他的活动足迹。好，另外今天在《自由时报》呃头版还报道了另外一个消息哦、啊，就是移民署要筑机管制了，滞留湖北的一千两百三十五个台湾人是不可以自己啊呃搭机返台的。滞留大陆湖北的台湾人希望以化整为零、散客的模式搭机会台。最近呢，还向中国大陆的国台办还有。 湖北省台办陈清说，为了免得他们入境之后造成台湾的疫情扩散，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求，从湖北返回台湾一律要集中检疫隔离。移民署已经对于这一千多位滞留在当地的台湾人助记，民航局也发函给航空公司，要求除了专案包机以及经过核准的，都不可以搭载这些管制名单的人员返台。 好，这是在《自由时报》今天头版报道的消息哦，另外，在今天《中国时报》呢，呃，也把这个消息呢有做进一步的报道。就是昨天的防疫记者会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宣布，就是医院的管控要升级。以后呢，陪病的人限一个人，探病也限两个人呢、哦，不能说一大家子大家一起去探病了。卫福部呢定出了强化感染管制措施。 以后，所有到医院的访客必须依规定的时段、动线进出医院。每个病人限一个人陪病，两个人探病。外包人员，啊，像这次看护的事件啊，就算是外包人员，也必须要接受这个感染管控的训练。指定医院必须要设置专责病房，隔离病房要设置的上限也会取消，即日起就正式生效。好，昨天在记者会上还有一个比较让大家呃。 单位的消息啊，那就是呢，第二十四案在北部地区六十多岁妇人哦、啊，他的这个感染个人案，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感染的源头，但是进行了八百多人的这个疫情调查之后呢，现在认为说他的大女儿有可能是啊，极可能呢会被列为这个案例哦、啊，而这个案子呢其实是结案了。好，这个就是意调之后呢宣告结案，总共接触者是八百五十三人都做了疫情调查。 好，再来看经济日报、啊《经济日报》啊，《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报道的是外资卖个不停，台股今年以来呢，真的是大失血一千五百亿啊。昨天呢，外资竟然卖超了三百三十二亿，这个数字是史上第六高，期货净多单也大减，公股行库进场护盘，连续五天啊都是大买台股。新冠肺炎的疫情升温之后呢？ 美股四大指数连跌了四天之后，也冲击到台股。美股今天是回稳了啦，而外资呢，大量的卖超，昨天就大卖了三百三十二点零一亿，这是史上第六的卖超金额。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在《经济日报》哦，背面呢也报道了说，美股。 美股下跌了将近两千点啊，所以川普很生气，道琼的大震荡啊，川普又推特推文怪卫生官员啊，说你们吓坏了投资人。今天他要开记者会做信心喊话，结果果然呢，在他信心喊话呢，这个早盘呢，呃，美股就已经翻红了。他骂的卫生官员是谁呢？骂的是 CDC 的专家警告，说这个新冠肺炎呢，在美国会出现社区传播的情况，要求美国人先做好准备。 好，再来我们看《中国时报》今天头版，除了报道呢，总统府要暂停筹办五二零的就职之外，另外他也报道了香港政府呢要发防疫红包，十八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每个人可以领到呢一万块钱港币，大概折合台币呢是三万九千块钱。好，再来看联合报《联合报》，《联合报》今天在内页的 A 四版报道了呢，就是美国刚才我提到的 CDC 的官员说呢。 社区传染无可避免，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所以提醒美国人和美国企业都要做好应应准备。南韩的疫情相对也是相当严峻呢，病例呢其实昨天就已经突破千例了啊，而巴西呢现在也沦陷了。好，这是在国际上疫情呢比较让人担心的。还有呢就是东京奥运会到底要不要停办呢？五月份将是一个关键。 新冠肺炎影响全球多项体育赛事，像这个万金石马拉松也取消了、啊。因此呢，呃，在受到疫情的影响，国际奥会的资深委员庞德他透露，他说本来七月二十四号要举行开幕仪式，呃，这个东京奥运呢会不会因为这次的疫情而停办啊？现在还没有决定。他要求所有的选手要继续的训练，自主训练啊。而在夏季奥运呢，从一九八六年。 啊，一九九六年，一八九六年开始，呃，举办呢。过去只有因为世界大战停办过，如果因为疫情停办的话，那东京奥运会是同一遭了。不过现在呢，都还是未定之数哦。五月底才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好，再来呢？呃、哦，看到了，今天《中国时报》也报道了，其实 WHO 呢提出了一项数字上的警告，他说中国大陆境外的单日新病例第一次超过中国大陆境内的病例人数，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好消息哦。 代表这个疫情其实在全球呢是扩散了所以呢现在这个呃 WHO 也对此表示高度的忧心。美国专家也警告说，这个新冠肺炎很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大流行。好，另外在《联合报》呢，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